这里有深埋千年的秦汉遗址，这里有根植本土的南越文化，这里是巧夺天工的匠人之家，这里有对中国足球的满腔热情。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在这座孕育着红色文化的岭南小城里，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五华人以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意志，在历史的风潮中构筑了一座多姿多彩的城市，在光阴的流转里谱写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长乐筑高台，师雄震三江，学宫拨心火，桃李生名扬。悠悠学子心，五华中学正在为年满十八周岁的学子们举办一场独特的成人礼仪式。成人礼在校园西侧的长乐学宫举行。易经与女，长乐学宫建成于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红墙黄瓦的宫殿式建筑体现着当时庙学合一的庄严。而之所以这座学宫会起名为长乐，与当时的地名有关。五华县原名长乐县，据《元丰九域志》记载，熙宁四年，徙兴宁县地至长乐县。公元1071年，北宋在这里元和使用“长乐”二字置县，这就要将历史再次向前推至秦汉时期。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任嚣、赵佗等率大军平定了岭南。秦灭亡后，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为了招抚赵佗，汉高祖派遣陆贾为使，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为了受封南越王，修建长乐台。赵佗所建的长乐台就是长乐县命名的由来。华城镇以南约2000米处有一座狮熊山，狮熊山遗址就在这座由南北两个山冈组成的山丘之中。张汉斌，现任五华县博物馆的馆长，对五华县的历史颇有研究。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树比较高的，就是我们1989年到1990年那挖的，是现在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图里面看的话，现在我们就这样转过来一个城墙。1984年至2013年间，广东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对狮熊山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工作。2011年，狮熊山遗址在进行第五次调查和发掘时，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等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张汉斌曾参与狮熊山遗址第五次发掘工作，见证了大量文物的出土。其实我们现在可能看到，这就是当时挖到定节钱的地方。考古专家就看啊，他说这是一个有字的封泥，字可以有些是定节钱、定节承认这个字。封泥是古人在泥做的封口上用印的痕迹。封泥上的文字很可能印自县级职官的印章。封泥与一同出土的建筑材料、陶器等，为南越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长乐二字虽出自赵佗所建长乐台，
但长乐台的详细地址仍需未来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丁思深，武华人，嘉应学院的副教授，自2012年起开始教典武华县志。原来的长乐是因为这个长乐台的，辛亥革命以后，全国有三个县称为长乐县，广东的长乐就改成武华县。无论是曾经的长乐，还是今天的武华，美在武华。在时光的长河中，这一片岭南之隅，都以它独特的姿态，激励着当今的武华人去谱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武华县在立县至今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融汇了岭南各地的传统民间艺术。武华提线木偶就是其中之一。据1991年版《武华县志》记载，武华木偶戏于明万历年间从江浙闽等地传入，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提线木偶关键部位均缀以提线，通过演员灵巧的双手操纵，使其达到能人之所能，能人之所不能的神奇境地。一人一偶，古今多少奇闻异事就这样立于台上，娓娓道来。高水准的演出源于老一代木偶艺人的口传心授，更需要后辈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才能够心领神会。武华提线木偶的绝技之一，即是这木偶书法。棉线将操控者的力道全部传至木偶手中，一笔一画收放自如。这样的功夫需要操控者扎实的基本功和极强的控制力。而在后台，演员要先亲自掌握书写间笔锋的韵味，这项绝技是被誉为木偶神手的李新贤潜心创造的。如今眼见青年演员已经可以熟练借由木偶运笔展墨，李新贤深感欣慰。因为传统木偶啊，它有仿人形的一种基本功，但是呢应该要有创新，然后呢就想到呢用那个木偶呢实实在在来写毛笔字。创造这门绝技绝非易事。20年前，为了让木偶可以拿起毛笔，李新贤重新调整了木偶手部棉线的穿入位置。为了找到最佳穿入点，只有不到10厘米长度的木手最多时被穿了50多个洞。在夜以继日的尝试之后，提线木偶终于可以提笔写字了。2008年，作为木偶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华提线木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2012年，五华县提线木偶传承基地从李新贤手中接过提线木偶传承的接力棒。五华县提线木偶传承基地不断提高传统剧目的表演水平，连续多年被派往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巡演、授课和交流活动，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老艺人的倾情传授，青年演员的勤奋刻苦，他们以最本真的方式守护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之路。同样在传承之路上苦心探索的是五华人热爱的另一种传统民间艺术采茶戏。陈翠妹曾任五华县采茶剧团团长，15岁入团学戏，至今已有30余载。在五华采茶戏的传承上，他带领剧团不断探索，寻求突破。这一天，陈翠妹带着剧团演员回到农村茶园，借助在茶园中体验乡间劳作的机会，揣摩即将表演的剧目《茶韵茶情》。采茶戏很多舞蹈动作皆源于客家人的乡间生活，客家文化的融入让五华采茶戏独具特色。赣南采茶戏是由民间艺术发展而成的戏曲剧种，发源于江西省赣南九龙山，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五华采茶戏属赣南采茶一派，传入五华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五华采茶戏载歌载舞，诙谐幽默的表演形式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其中丑角中的矮子布更是令人忍俊不禁。2009年10月16日，采茶戏被列入广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住老前辈跟我说过，他说一定要把采茶好好的传承下去，采茶的历史那么长，不要辜负老前辈艰苦的日子。无论是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采茶戏，还是制作精巧的五华提线木偶戏，坚守在五华传统领域的艺人们，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传承文化，开拓创新，在五华传统戏曲文化之路上续写着新时代更加璀璨的篇章。烟烟刀上写，深深战友情，嘱托何凝重，敢不轻死生。龙潭村，五华县东南红土障山坳中的一座小山村，在一片白墙黑瓦的乡野民居之中，历尽沧桑的光德楼显得格外庄重。从这里走出的一个人，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五华红色征程中重要的印记。光德楼内开设了一间装满红色刊物的农家书屋，为村党支部的各项活动提供了一处清静之地。对于黄吉鹏来说，在光德楼内翻阅书籍，更多了一份对家族先人的缅怀。这个是黄先生以前的故居嘛，为了纪念黄国梁革命的事，所以我们党支部就是利用他的故居里面搞那个党员活动啊、党员学习啊、党小组会议啊，一些那个召开那个
一党支部大会啊，都是在这边召开。黄吉鹏的祖辈中就有五华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黄国良。大革命开始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党组织出版了大量期刊，并创办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广泛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广州国光书店承担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团中央出版的《中国青年》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印刷发行等重要工作。当时黄国良任广州国光书店经理及其所属的国民印刷厂负责人。当时全国才195个党员，广东才32个党员，黄国良啊对马克思主义南中国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广东的那个革命那么早，也有他很大的贡献。在黄国良的苦心经营下，革命刊物图书占领粤东市场。为了让革命的种子在五华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黄国良大力培养发展五华籍先进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五华革命运动骨干力量的谷大存。谷大存就出生在这座位于五华县梅林镇优和村的清代古建筑之中。1924年，经黄国良等介绍，谷大存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工作安排，圆满完成组建五华青年同志会和编印出版《春雷》杂志的任务。1925年，谷大存奉派到粤军张民达的第二师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后奉命回到五华。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谷大存在五华发动农协组织接应东征军。而早在第一次东征时，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就曾率军来到五华，政治部临时办公地点就设在华城镇宗圣祠内。宗圣祠属清末建筑，为客家常见的上午下午三栋进深结构，灰墙瓦顶，石灰地板，石砖天井，安静又不失庄严地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曾昭松从出生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如今已年过70。小时候听了不少周恩来与宗圣祠的故事。周恩来办公呢，就在这个地方。他睡那间房子，这里这栋门呢，就万一有什么情况，就我爷爷安排他在外面走嘛。周恩来在前方捷报中称：“乡民助战有若一家，此役也已将敌之林部主力击破无存。”为表彰五华农会的大力支持配合，东征军特发给步枪120支，子弹1000余发，武装五华农会。激起漫漫历史，揽呼灼灼英杰。1927年，年仅33岁的黄国良被捕遇害。此后，谷大存等诸位革命先辈接过革命的火种，继续战斗。在这巍峨的青山之中，追随奔涌不息的秦江河水，将红色信仰迅速推向五华大地。五华自大革命以来，有1594名烈士为民族的独立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梅州之最。巍巍青山见证国殇青史，铮铮铁骨铸就红色信仰。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五华县城北部的蒲立顶之上，五华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它是革命先烈用鲜血谱写下的英雄华章，这不朽的丰碑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客家人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先民从中原迁徙至此，一种源于中原的风味饺子也随之而来。在缺少面粉的情况下，客家人巧妙地用豆腐取而代之，就此形成了一道闻名四海的客家名菜——酿豆腐。张志雄钻研客家菜37年，对于酿豆腐的烹饪技法，他早已谙熟于心。他将为酿豆腐寻找一样更加乡土的风味。越是简单的烹饪，对食材的要求越严苛。张志雄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在五华县祁岭镇的一户农家里找到了用于磨豆腐的石磨。将自家种植的黄豆放入磨盘中，以人力推动石磨缓慢运转。随着磨盘反复碾压，黄豆彻底改头换面，变成浓稠的豆浆。高温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变性，与石膏相遇后发生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得到了弹软的豆腐块，而遵循最原始的方法获取的豆腐，最大限度地保留住食材最质朴的味道。和饺子一样，酿豆腐的肉馅儿至关重要，采用6肥4瘦的五花肉最佳。在肉馅儿风味的调配上，街头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一份对家乡难舍的味觉记忆。将软糯的豆腐块改刀，用拇指在豆腐块中央轻轻按压，再将肉馅儿放入其中。豆腐酿好之后，需要将肉馅朝下进锅煎至微黄定型，最后转入砂包中慢火炖熟。肉馅中馥郁的香气随着汤汁缓慢注入豆腐内部，朴实的豆香与层次丰富的肉汁融为一体。这就是客家人会亲访友必备的一道酿豆腐。客家人呢，打工也好，做老板也好，回到家乡的时候呢，家家户户呢过节都是要酿豆腐的。一年一度的广州美食节如约举行，在五华美食的展位上，五华酿豆腐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酿豆腐的吃法也有讲究，最地道的吃法是配合当地的紫金椒酱与菜叶包裹起来趁热吃，微辣的酱香让口感更加火热，这是令五华人最着迷的家庭美食。五华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匠心，正诠释着客家人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俯瞰五华，秦江河水自西南向东北纵穿县城，桥梁就成了连通东西两岸百姓生活的重要交通纽带。而横卧在秦江河上众多的桥梁中，水寨大桥最能引起五华人的情感共鸣。水寨大桥建成于1961年，桥体由花岗岩砌筑，整座大桥未使用任何铆钉固定，凝聚了五华匠人无数的智慧与汗水。
五华县缘何修建这样一座石桥，还要从这张工作证说起。1958年，五华石匠受邀参与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石匠们在完成任务、荣归故里之后，为当地政府修建石桥提供了强大的信心。而在水寨大桥修建以前，两岸仅靠一架浮桥连通，拥挤且极不安全。1959年，五华县决定建设水寨大桥。居住在水寨大桥不远处的周亚满，如今已是百岁高龄，他亲历了水寨大桥的建设过程。砂工、木工、地下盖、插工，那个人都对的。一个桥墩呢，太全不太全，偶尔有建设我做起来。如今，水寨大桥作为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早已禁止汽车通行，但它仍然是连通两岸百姓生活的要道。屹立在桥头的两座石狮子，引起了五华石雕匠人杨玉林的关注。石珠啊，在里面凸不出来，是真的很了不起。它要整个，石子的那个比例要多大，才能把这个珠掏出来？五华石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靠打石为生，石匠众多。杨玉林就出生于五华石匠世家。在他珍藏的众多老照片中，有一张尤为珍贵。照片拍摄于1960年，几名五华石匠在未完工的广州五羊石像前合影留念。现已成为广州地标的五羊石像，其雕刻和组装工作就出自五华石匠之手。在水寨高速收费站旁，杨玉林带领五华石匠对他的雕塑作品进行最后的调整。这座名为《匠人精神》的石雕，意在述说五华匠人千百年来的执着和坚守，体现五华县新时代傲然挺立的匠人文化。与石雕打了30年交道的杨玉林，早已将自己对五华匠人的情感融入到了每一个作品之中。手作之美，将石匠、木匠、铁匠等一系列五华匠人工作之手定格成永恒。那一双双苍劲有力、饱经风霜的手，坚守着匠人之心，刻下了一部传统手艺的传承史。这个手法跟人的创作时的内心是关联的，看到手也就知道他当时的表情是怎么出来的。与石雕粗犷豪迈的线条形成鲜明对比，五华金木雕在相对柔软的樟木上一雕一琢，长下生花。一件金木雕作品的完成，要经过绘画、雕刻成粗坯、打磨、上油、上生漆、贴金箔等10道工序，极考验木雕师的耐心和恒心。所谓慢工出细活，便是对木雕手艺最贴切的表述。据说清同治年间，有五华人去潮汕学木雕技艺，并传授子侄同宗。经过100多年的演变，五华木雕汲取了石雕创作的灵感，以镂空的手法精雕成型，是古代宫殿、祠堂、寺庙和亭榭的装饰陈列品，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用金木雕做装饰的地方越来越少，以刀为笔、以木为伴的木雕手艺人已经不多。
刚开始我回来跟我爸说我要写这个的时候，我爸还是挺高兴的。最末端的话就是希望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不要在历史上消失了，让更多人去接受它，喜欢它。世世代代的能工巧匠们用一双双巧手赋予了坚硬无趣的物体以极高的观赏价值和审美情趣，一件件雕刻作品也在记录着五华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悠久的雕刻历史锻造出五华人坚毅如石、沉稳如山的品格，孕育出硬打硬、实打实的五华人精神，构筑了五华文化的独特内涵。白驹过隙西凉时，飒载球坛话别离。未与青年朱俊秀，后来居上创新机。五华县长布镇崇山峻岭中的世外桃源，朴实的客家人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个看似偏远的山区，在100多年前却因一个草坪足球场改变了原本默默无闻的命运。据1991年版五华县志记载，清同治12年，公元1873年，基督教长布元坑教会创办中书馆，为东梅两江第一所中学。在中书馆右边的山窝里，德国传教士开辟了一个大操场，并在操场上竖起木质球门，为教会牧师教授学生踢足球所用。这是当地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学校，元坑也因此成为五华人对足球的热情之源。时至今日，教堂和学校的原址虽已不再可见，但它给五华带来的足球文化影响至今，改变着一代代五华人的命运。参观李惠堂故居是五华客家精英足球学校每个孩子的必修课。李惠堂，被足球影响一生的五华人，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从17岁开始足球生涯，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亚洲足坛，被誉为亚洲球王。他故居有两个狗洞，这两个狗洞用来练基本功。那么用什么练呢？就是门口摘下来的小柚子，反复重复的射门的一个练习。在这小小的狗洞前，孩子们揣测起年幼的李惠堂练习射门的情景。此时他们和当年的李惠堂一样，小小的柚子承载着少年的足球梦。跳跳跳，魏文杰就是五华县人，受到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五华县的这所足球学校学习已经有2年时间。这是一所以足球教育为特色的学校，上午讲授文化课，下午集中进行足球训练。对于这群孩子们来说，足球可能是一把引领他们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钥匙。李惠堂的旧日荣光是他们的动力，也是梦想。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的魅力在球王李惠堂的故乡梅州五华更加凸显。目前
五华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男子中甲和女子中超两支球队的县级城市，包括五华足球精英学校在内的足球小镇成为全国首批96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之一。将来呢，它会吸引全国啊，甚至国外的一些俱乐部的队伍，带动了五华县周边的一些酒店呢、餐饮啊，包括一些旅游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同步发展。2019年年初，一个按照国际标准打造、可容纳2.7万观众的11人制足球场，在五华的秦江河畔正式投入使用。这座以球王李惠堂之名命名的体育馆，寄托着五华人的足球梦想，预示着五华的足球事业将愈走愈强。球王故里，短短四个字，道出了五华县深厚悠久的足球文化。今天，五华在小足球踢出大产业、小足球带出大事业的追梦路上扬帆起航，作为承载中国足球梦想腾飞的一方热土，正以它独特的足球魅力张开怀抱，迎接四方。迁徙流转中，成就了五华人勤劳坚毅的品格。人杰地灵处，哺育了五华人心细如发的匠心。当历史的烽烟散去，追随先人亲手镌刻的不朽传奇，客家人踏上了铸就世界客都的新征程。手起垂落，精雕细琢，坚若磐石的意志定格成永恒。细丝飞舞，古韵悠扬，交织成人们心中期盼已久的繁华盛景。乘往昔之风骨，不负今朝之韶华，五华人正以坚毅不屈的拼搏精神，尽情挥洒汗水，向着未来出发。